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呱唧，我是一只小猫咪，温顺的小猫咪哦。小朋友们会学猫咪叫吗？喵，喵，嘿嘿嘿。我曾经呢做过海盗，可是我的心地很善良。我现在跟着巴克队长拯救海底生物了。哎，这些玩具里面会不会有需要拯救的海底生物呢？小朋友们快来打开看一看吧。哇，汪汪队的粉色玄趣杯，一个杯子上面有可爱的天天，有好吃的巧克力。从这里把它打开哦，两个好吃的，上面有猪猪和天天，巧克力豆，印章，贴纸，汪汪队的六只狗狗。是阿奇，是五角星形状的印章，我们来印一印。啊，印到了蓝色的阿奇，很清楚，好好玩的印章哦。选区杯还可以用来当做花盆，看下面有两个孔。非常适合花草生长的条件哦，有孔可以给它们通风。这个里面没有海底生物呢，看这个咯，上面有阿奇、小丽，好吃又好玩的益智玩具蛋哦，中号的蛋。是天天，还有一包巧克力豆，装备，也就是它的背包咯，狗狗都是把它们背在背上的。哎呀，装反咯。好了，很简单的，天天组装好了。这个里面也没有海底生物哦。再看这个，也是汪汪队立大功的，上面有小丽，可爱的小丽是斗牛犬。小朋友们听到这个词是不是很害怕呀？鞭炮斗牛犬是很温顺的，不咬人哦。新装狗狗好像是灰灰，好吃又营养的奶片，一张贴纸，天天、毛毛、阿奇、小丽，
看这个贴纸就知道是灰灰啦。贴上它之后，告诉小朋友们一个秘密，关于灰灰的。噔噔，灰灰是一只混血犬，而且它是一只工兵犬哦。灰灰是工兵犬，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。喜欢记得点赞、订阅哦。拜拜。